随时治疗佩戴者的伤口，让他们不用凝聚灵魂就能恢复。哦，好屌哦，有酷到哦，酷酷的。不过不是打 boss 啊，你看他这样去的，啊后面那只不知道干嘛，好后面那只也挂掉了吧，被我吃掉了，好吃，吃好吃嘛。所以我要引诱那个战斗陀螺是不是？可是这里都被我杀光光了，用这胖子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棍哥。哎呦哎、欸，谢大哥，有了有了，他的本体哦，然后结果就变那么小一只，哎呦出来了、欸，这是另外一条路哦。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毛毛虫啊，还是过不去啊。哦，那我看到那上面从上面下来啊，但是我不可能从那边上去啊，上面有一个洞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。上面超级冲刺二段跳，这边啊，啊冲过头了，这里吗？有点难，我大概知道了，这里吧，这里超级充实，对不对？靠背嘞，也太酷了吧！好吧，我刚才没有去想到这一点，我上来，我上来了，看怎么北南。好了，再来就是那一只了嘛。找到一只了，最好是啦，这样子实在太夸张了吧？最后一只，你们说是从外面撞进来，对不对？我试试看吧，难不成在这啊？所以刚刚我想说会不会往这边走啊？也不是啊，试试看把一只蜜蜂引出来，不太可能，那过图它就消失了。好、哦，你们看到这松动的石头，干林德嘞，很会很会，超气的那一种。我的天啊，这游戏实在太棒了。至少是会知道啦，靠飞哦、喔，没关系，至少拿到了啊、喔。好，可以，至少到手了。我们还有一只在这里嘛，然后最后一只了嘛，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只了，是吧？没有其他毛毛虫了哈，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错，最后一只就在远古那个地方啊，那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，赶快搭列车去那个地方。我等一下绝对要吃肯德基，啊不是，我等一下绝对要吃麦当劳，气死我了！都是这游戏害我又要吃麦当劳，害我又要变胖，太生气了！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个作者实在是太没天良了。是超没天良的哎、欸！害我又忍不住又要吃麦当劳了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，为什么要藏得这么深？气死我了，生气气！胖老爹哦，哎，胖老爹到底哪里有卖啊？新北市有吗？你们都说胖老爹好吃，我都想吃看看了。
爹好像真的很好吃的样子哎。然后看我朋友都说吃泡老爹啦，我说我没吃过啊。塞一把薯条，哈、嗯，这游戏哦，大概300多块吧，我忘记多少钱了。你有自己想吃，我是这种人吗？不是吧？你觉得我是这种明明就想吃，然后都乱推脱的人吗？我这么的正气凛然，对不对？那种路过的那种算命的，一看到我都说哇，这是头盖骨发出灵光，简直是练武奇才。我告诉你，拜托不练功太浪费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看我掉下来了，是正确的路吗？不是。嗨，第一次来，你好。那只有南部有、哦，算了，我不会为了那种东西然后去南部的、啊，除非是。刚好有空才会去。住哪里哦？住树林啊！哎、欸，这虫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这种虫，好有趣哦！来啦，硬 A 了啦！管你妈妈嫁给谁。耶、yeah, ！我全部都收集完了，突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。啊！我终于……什么东西？结束了！呼呼呼呼！哦哦啊哈！哎、欸，虫先生，我帮你把所有的虫都带回来了。哇哈！哇哈！有没有大奖啊？喂！哇！哦，重叠挽歌，我们还差几个？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还差五个。佩戴者生命全满时，从钉箭射出白热亮光波，但是这个也要满血才有办法、啊。好了，我全部都收集完了呢。啊，不是说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吗？哪里过来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出来再进去看一次。啊，你们还活着啊？是怎么情形？啊，不是说全部都会怎么样吗？算了，难过。我们要去坐椅子再回来。超进化物语哦，那款游戏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哎，是可以拍啦，只是我不知道要拍什么而已啊。我们来开始装一下剑器啊，剑器要三格嘛，我们可以把指南针跟，哇，没有格数了，可是要满血才有用啊，我觉得不太好哎，三格。护甲，护甲，护甲，一甲，配下后，护哈后，护哈后，变杰洛了。没关系，做完椅子再回来，差不多了。他们应该开始在，哦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这样。但果然。假撒回，快乐快乐快乐！哇，那、啊、就这样子而已啊、哦！护发后，会短音哟哟哟！好笑啊！啊，不能把他杀掉、啊。
算了，不想理你了。不知道啊，他就变这样子啊，他把他全部吃完了。地图店旁边的卡特家。卡特家，他家有隐藏 BOSS。基摩的神奇吗？还是我自己打过都不知道的。老头还没结婚啊？对啊，还没结婚。哇，竞技场的声音，我觉得难吃。阿姨，我们来打中级。我们初级已经打过了，我们可以来改打个中级的。老头，老头的老婆是左手还是右手？我双手并用。哇，这竞技场没有椅子给我坐，哎，就这样强制开始了。我靠，这竞技场的敌人从来没有看过，哎，好酷哦，从来没看过，哎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快补血先哦。哦，有了尖刺了。哦，两招要你命。机器强。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居然是你。敌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靠北，我忘记。先来补个血啊！哇，他连旁边的人都炸，不错不错，有前途。还有吗？哦呦喂！哎、欸，不要闹了，让我补一下所以子。干，我要死了！靠腰嘞！啊！刚好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拿下来，像是这个、这个，这样我就有两格了。两格可以装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凝聚石增加那个、啊、没用。哦，当休息时会覆盖一层血盐，没有屁用。王者之怒，不要。沉重一击，震退敌人。现在我们的两个也就只能装。无敌时间变长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好了。啊，我们的灵魂去哪里了？有人说装距离哦。对哦，攻击距离也是一个打法说。可是这样子的话。定之身，增长距离的啊，长钉剑，啊，对对对，将会好打一点。原
原来灵魂要在这边拿、啊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距离比较长比较好打。哎、欸、靠，掉下来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大家知道怎么打。再一次。干进来就看到你找阿公了，靠腰，我就说吧，小 case， 没关系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回事的。来，先来补个血。哎，不让我补哎、欸，小气鬼。牺牲打，应该没那么快结束。我靠，去干嘛？我靠！干鬼扯哦！哇！哦！马马草。搞什么？太坑了啦！
靠，八下就不见了。这就是第一次看到，鬼虫子啊！很会很会，都会躲的那一种。还好啦，这种就不难打了。因为看得像在看卡通，卡怎么会是阿普呀？哇，狂爆了呢！哇哇哇哇，这个。只好开大绝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还有吗？感觉还有，果然还有 ，boss 要出来了嘛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丢钱了丢钱了！啊，好多钱，爽！还多丢了一个什么东西？超买矿石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去升武器的、欸，这打完的意思哎、欸！哇，耶、yeah, ，各位早。打第几遍了？第二遍了。那我要先回去升级武器了。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要三个苍白还是两个啊？是三个苍白嘛，对不对？别理我，没你嘛。啊，开试炼，开试炼，反正我钱很多。我记得最后一次升武器是三个苍白，我才两个哦。那我就不必回去了。那我就不必回去了，说真的。过了刷波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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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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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哇，这个感觉很凶残哦，在狂喷血。哦，尸体溅出来了，哎，凶。难道说这边有什么？有什么隐藏暗门吗？我看一下，感觉都没有什么松动的石头之类的。算了，没有，钱多到不知道怎么用。对啊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铁匠啊？我是怕说我记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要三个还是两个才可以升级，我忘记了。难得管理员大大出来了，管理员有来吗？没有啊，管理员没有来啊。我要想要不要回去啊？要三个啊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印象中连续两次用两个去建之后，他最后一次说要三个嘛。那算了，我们直接打最后一个，最难的，来吧。啊，聊天室有坏掉吗？没有吧，正常啊。做梦模拟器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
最终对决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假的？这也太硬了吧！我要死了！差点往生。抓痒时间，喵！再来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新的物种，新的敌人，这是不能碰到这个尖刺，是不是会受伤啊？好痛啊！Hello， 先补血啊，我管他要不要过来。会攻击我。好像章鱼。哇，这是怎样？大哥，这样不行啊，大哥！哎，不老实啊！哎呦喂啊！再来呢 ，BOSS 吗？不妥啊！先补，先补。这个咬这么慢，先补血啊！先补，先补，快没能量了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
原力。居然来 BOSS 了。哇，更窄欸。Oh my god。现在玩什么？逃离游戏？你从下面上来吗？哦，更宽了，更宽了，有尖刺，干折磨人啊！啊靠，要被插到了。而且重点是我在这方这地方我就不能补血了。哪时候才放我下来？我操嘞！我快死了啦！快点放我下来补血啦！哦，快点快点！妈的嘞！还来啊！
结束了没？干，这个声音，我的 ，Oh my god！哇！一开场就来弄我，完了！我觉得真正强的是那只虫，不是他。那虫也可以打哦。哦，终于打完了！我是胜利者，我超强大，请你给我钱，谢谢大家。终于打完了，好啦，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哎，小气鬼！结束了，最难度的也打完了。通通都结束了，所以说呢，拿徽章吗？门关了。欢迎回来，战士。都打完了？啊，不对啊，啊打完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所以说我到底来这里干嘛？连徽章也没有拿到。表示难过，所以说拿到这个过的跟那个什么，跟你有没有拿到徽章完全打不上关系啊！死里逃生，怎样是没看过这么溜的操作吗？啊，是没有看过这么溜的操作，重复刷顶多刷钱而已啊，无意义啊，好吧。我们还是乖乖去找徽章吧。我想一下、喔，傻瓜竞技场打完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增加那个增加完成度啊？有哎、欸，87%，干被骂了。还有哪里有隐藏？哪里有 BOSS 啊？我记得上刚刚有观众有讲说哪边有两个隐藏 BOSS 啊？我看一下、喔。再试试看，打不赢吧？没有必要，我是不会去打啦。没有，我现在最终的目标是收集所有的徽章，然后去达成结局。这款游戏完成度100%，我就把它结束掉了。这边啊。找到了，法术扭曲者啊，法术扭曲者，
灵魂消耗减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别的。Nice， 超级不显眼。科科，找到喽。这回去的路 ，Yeah， 我来了。哦，第一次来这边。这边都被感染了，你看。陷阱。小儿科啊！开门！还不开门？哦，爆了开门了！哎呦，恶心！发光子宫，会发光的子宫，这样翻译还蛮有点不错的哦。幼体不需要进食，而且会牺牲自己来保护他人的父母，就是佩戴之后会有一个跟踪的跟屁虫就对了。欸，我拿梦丁剑劈下看看，繁衍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要多劈一些敌人才行，不然我们都快要没有那个干，我们都快没有精髓了。老头是本土大鲜肉，啊，大鲜肉，这还用着你说吗？当然是大鲜肉无误啊，鲜嫩肥多汁，哇哦！老头，你觉得夏里美吗？美啊，那我不美的，这么正，对不对？妹子哎、欸。妹子当然正了、啊，哎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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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跟他顺着他这条路走，在这里啊，我看到了，是这个吗 ？Nice， 哇！这也太过分了吧 ！What the hell？ 啊干！老头，你猜邪灵入侵的剧情会很悲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正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好，我过来了。等下，这是回去的意思吗？我还没有回去啊，我要拿点东西。哇哦，我有，我有，这边看起来危险哦。哎，亮晶晶，深度凝聚，又获得一个了。我们还差两个，这是干嘛？佩戴着。以较慢的速度凝聚，但治疗效果加倍哦，一次补比较多就对了。不是这里，哦，找到了，耶、yeah! ！获得了姑姑，我看一下这姑姑她是可以干嘛？听说戴上这姑姑可以听得懂那个姑姑说的话啊、哦。要买差一个嘞，会凝聚灵魂石哦。当凝聚灵魂石，喷出包子缓伤敌人。这附近有没有椅子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失忆了。我终于可以把这换下来了，名正言顺。我们来看一下那香菇他妈想讲什么东西。哪里搞的？哎、欸。
哎、欸，光头王起来了，还在那边叫什么东西？你能帮助自己的朋友太好了，所以你不再饥饿了。没错，那个胃口真好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不过我们迟早都要继续前进，也许为了更伟大的目标吧，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事情。啊？哦，失陪了。What the？ 啊？就这样，香菇哥，你这样不优啊，香菇哥。算了。所以我的意义就是跟他讲这屁话就没了，啊，算了。老头，你觉得自己胖吗？还蛮胖的，我需要减肥了。我可以来了，根据地心，第一次来，我要死了！哇，我把它弄死了，这样对吗？这边还有一只，让我抽一下。啊，他说别过来，看起来非常的紧张。哎、欸，这边我来过啦、啊，只是没有地图而已啊。是谁跟我说这个可以拿来用梦丁剑打的？你搞骗，被骗了，臭油蛋！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吸一下，我们碾压！你们吃摇头丸啊？这个，我现在出游，星期二没意外就会回去的，都开半夜。对啊，你看这都开半夜的啊。然后每天在那边跟我说好累啊，是不是？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不够塞。哇哇！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老头，你当 YouTuber 是为了兴趣还是职业？两边都是呢。两边都是哎、欸，两边都有哎、欸，上面去过没啊？哦，这是回来的地方，我们往下走，这里还没来过。会死哦！不要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危险哦！这里有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么远的、欸，哦，哦，小小菇，等下我是不是回来了？对，我回来了。老头不能减肥，不然老头有女朋友，我们聊天室单身的各位受到100万的真实伤害。就说我是潜力股，你们都不信，好不好？就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说我瘦下来了，妈的，绝对是个。啊，刘德华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不能瘦啊，只要我瘦下来的话，可能就会很困扰啊，你知道的，困扰到不行啊，好多小香菇哦，哇！就真的啊，那没人想象。没相信哎、欸，太难过了。可怜那些虫们，心灵封闭，思想困于孤独，模糊的想法就是那常是表露的话语。所以说，我看到那个鬼东西到底什么意义啊？啊？
你们为什么要笑得这么激动呢？现在这世界上的人都不能听实话了吗？现在的人都不能听实话，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真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世界真的病了！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多隐藏通道，我的天啊！太令我难过了。这世界上已经没有真理可言了。被支持的脸孔，支持了，哎，支持你。我是隐藏人物。为什么越来越深啊？这里，哇，这只好大只哦！很危险。拜拜。我感觉我走了这么远，然后什么都没看到的感觉，好深哦！这个洞，哎、欸，这是新的图哦。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，没想到这是一张新的图，永远玩不完哎、欸！这游戏，傻眼。我支持老头多元成家，我没打算要多元成家，好不好？我不打算。妈呢？啊！这张图也太大了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只哦！苍白护母遇见那不可避免的王灭亡有什么用呢？这是死掉了吧？这一只大香菇哥哥，这是母的还是公的啊？第一次到香菇之地来，好多香菇哦。老头剩的在滤镜有一个酸池旁的隐藏房间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连螳螂村都还没去，你知道吗？慢慢来，不急不急，我们先好好的把这个给探索完。今天应该是可以直接结局了啦，我已经差不多感觉到可以完结了。啊，直接跳下来，然后到了，哦，这是哪里？哇，原来我的这个还没有收集完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难道辞职之后就狂吃了吗？应该有一部分算是之前交女朋友的时候变胖的，就你也知道嘛，那种所谓的幸福肥，好不好？幸福肥是一回事啊。然后，幸福肥一回事嘛，然后加上现在的工作关系也是一回事啊，两边加起来就变胖了。因为工作嘛，就像我现在直播也是坐在电脑面前，然后没什么在运动，就变成这副德行。不然我跟你讲，我以前那一种身材，那回头率87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没在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，剩下的13的话呢，就是。我不是他的菜嘛，他才不会回头啊！不然的话，以前瘦的时候根本就是87回头率啊，在西门町啊，轰极一时，轰极一时，你知道吗？别说啦，再说我都要不好意思啦。也是可以过去嘛，不行。现在玩到哪里了？我快要破完了，差不多了啦。
等一下想办法获得更多精髓之后，我就破了。我只要再200个精髓，等一下想办法获取。好啦，你是说海龙挖冰，我也信了。干杯啊！是在哭啊？你是在哭啊？啊！你们都没机会了，别争了，别争了。终于找到最后一个徽章了，太好了。这种酸，这种温水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了，别再怕了。哪里个？这边吗？哇，什么声音？超自然震动！啊，我又走回来了。哎呦喂啊！阿娘喂哟，贵哦！哇，海王类哦，乌恩之醒，最后一个找到了。当凝聚时啊，会呈现新的样貌，并能自由的移动躲避敌人。想要等一下试试看，感觉好玩。哎，干，收集完毕了欸！我想都没有一锅，想都没有一天，我都可以把所有徽章收集完欸，好爽哦，好开心。啊，92%了，真结局打完不知道多少哦。真结局打完有办法100吗？还是说因为我差一个？还是说我差一个这个螺旋那个白矿，然后还差一个这个容器跟这一个啊，看啊就找不到齁，看这样还要我找攻略吗？找剩下最后的那几片，别再讲啦，我的血量剩100了，哎呀，不会怎样啦，死不了齁。梦丁剑打人有伤害吗？没有，他只会窥探梦里在想什么而已，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伤害。它的作用就是拿来知道梦里的那个人的那个里面的人在想什么，它并没有太大实际的伤害作用。老头有去买药，很多护符才可以买的商人那边吗？还没，待会就要去了。喂，吓死我了！收集完就要去了啊。对呀，快要关台了，也要100%才关台啊！我先来装一下这个，这是需要几格啊？